搞到满城风雨的 Awist 咖啡机，今天终于搞发布会了，重点就当然不是 model 姐姐啦，是部机有没有料到嘛。 Cappuccino 冲到 Latte 和 Expresso 都没有问题，但例如先吧，为什么部机大过 Kickstarter 那部那么多的？换生活乐科技 Unwired.hk 为什么会是这样？Edward 篇文就有解释到的了，但整个发布会成两个多钟，记者都会口干的，用不得试喝啖咖啡先？没有啊，他说冲完三杯之后就不会再冲的了，叫 Edward 喝 model 喝过个杯。嗱，可能是不紧要，我想问，如果我唔介意饮，我想俾我可以饮嘅。哦，随便咯 ，OK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可能都多嘅，比较多嘅，真系。哦，希望 Edward 饮完口水尾唔会有 BB 啦。但系一众记者话想亲身试机，佢就话：哎呀，有啲腰痛，叫记者再约过。可唔可以俾佢休息？系咯，哎哟，点解会发生咁多事嘅咧？click入篇文睇下啦。